耳环一对，项链一条，戒指。戒指呢？戒指去哪儿了？戒指，天然，啊，喂，你去干嘛？戒指不见了。喂，金泽一，那戒指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解决啊？戒指到底在哪儿啊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赔呗。这不是赔不赔的问题，这是你信誉度、口碑的问题。传出去别人怎么说？金泽一团队有问题，金泽一人品有问题。这是国际品牌，这事儿完了，没有品牌和客户愿意跟你合作的。不找就不找，反正我只喜欢音乐，别的都无所谓。陆天然弄丢的是吧？10万、10万、100万。不是，是我自己弄丢的。我现在没空跟你说这些，回头再跟你算账。我的妈呀，200万，怎么会有这么贵的东西啊？好了，别找了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走吧。哎，你别碰我，我一定要把钻戒找到，那可是天价钻戒，我要是找不到，我这辈子就完蛋了。哎，那戒指是假的。假的？对啊，我骗你干嘛？假的。怎么会呢？人家赞助商知道你脑子不好使，就没准备真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真的找了一夜，你是不是故意要折磨我？你冷静一点，我也是刚刚知道。吓得我一个晚上都没睡。怎么，假的你就不用赔了？我也没说我不赔。我多少钱？1000。这么贵？假的还这么贵？算了，你等我月底发工资，我再赔给他们。知道赔就好。走吧。哎，等等，你脸上怎么了？蚊子咬了？哎，别动，别动！啊，是外面啦。我，还不是因为你，你把门弄坏了，知道吗？